真侪学生坐在电脑头前，看到荧幕上的题目甲关卡，伊来说话要破关。这是教育部甲国泰金融控股公司来合作，所来举办的反斗英雄争霸战甲全国电竞大赛。民工现在毒品是愈来愈多元，有真侪变化，学生一个无注意，就可能染上毒品。为了推动着反斗，几乎鼓励学校透过着创意课程，用多元方式来宣导着反斗。而反毒电竞大赛就是其中的一种。透过闯关的过程里面，也了解了一些对于毒品的知识。我们都讲了，要先认识这个毒品，要试毒，它才能去毒啊。那最后希望说，在我们的未来后，就是有些同学们今年得到亚军或冠或季军，那我们就继续来往冠军来迈进。这回台南市的新民国小、新娘国小甲复兴国中人组队参加，咱摕到好成绩。其中新娘国小连续四档参加，摕到三个冠军是真无简单。最近的三年，每一年都有拿到全国的冠军。那今年算是一个巅峰，因为我们拿到三个全国的冠军跟三个全国的亚军，那这个奖项啊，只是一个鼓励，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有用心的老师，跟认真的孩子，因为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竞争啊，所以孩子透过这样的一个磨练哦，一个过程他们学习的这个经验，我觉得才是很可贵的地方。伊第二档咧参加的新娘国小嘛有第三名成绩，可见讲学校平常时的教育甲宣导有了真好的成效。那这个过程其实的确是激励小朋友，在不管是在反毒知识的获取，或者在学科的这个本质的努力上，其实是得到了激发了，就他把他们那个整个学习还有团队合作等等这些精神都发展出来。伊教育局表示讲，反斗的这学科电竞大赛，透过着趣味的这电脑游戏，让学生有真大的兴趣。加上老师平常时啊训练甲教育，大大提升学生的防毒意识。这回比赛取得好成绩，嘛有学生有真大的成就感。南天新闻台记者齐富采访报道。